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请掀开《圣学根之根》第一册《三字经》。我们从第37页的第二行开始看起。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这句经文是谈到有六种动物，六畜，包括马、牛、羊、鸡、狗和猪。这六种动物是我们人类所驯养的，它们各自有它们的作用和贡献。马牛羊鸡犬豕指的是六畜啊，这里的豕就是猪的意思。这六种牲畜是人类所饲养的。在《左传》昭公25年当中有记载，为六畜五牲三奚以奉五位。西晋的学者杜预，他有一部非常有名的注解，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他在这里啊，解释六畜，就是马牛羊鸡犬豕，就是我们这句《三字经》经文当中所指的六畜。而郑康成，也就是郑玄，他在《周礼》的注解当中呢，也解释说啊，六畜六牲也，食养之曰畜啊，就是当人们还在饲养它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这些动物啊，通称为畜，将用之曰牲。那有一些动物呢，在祭祖的时候啊，也是用来做这个祭品的。比如古代的帝王在祭天举行祭祀的仪式，有一些祭品啊，就包括了动物在内。而在《左传》当中，我们说六畜五牲三奚五牲啊，它有两种说法啊。音乐生老师在这里特别指出来，其中的一种呢，是指的牛羊豕犬鸡啊，也就是牛羊猪犬鸡啊，这是五牲。那么当然呢，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啊。同样的呢，在《左传》当中所说的三奚也有两种说法。
包括一种说法是指的厌恶痔，另外一个说法是牛羊屎，就是牛羊猪，这是三西。而到了清代，我们知道在清朝的时候，这个考据学呢是比较盛行的。王隐之他在《经义述文》当中《春秋左传下》里面对于这个名词他就有进行了考证。他说五声呢是牛羊屎犬鸡，就是牛羊猪犬狗，这个牛羊猪狗鸡。而三西呢是牛羊屎，就是牛羊跟猪。那么从以上的这些古人的注解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无论是左传里面说的五声，还是这里面说的三西呢，其实它都是在六畜的基础上进行减损的，也就是在马牛羊鸡犬豕，就是马牛羊鸡狗猪这个基础上呢有所不同，而实际上也是大同小异的。而这些动物六畜啊，和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在古时候啊，在祭祀的时候，那么这些动物作为贡品，它们也是起的很重要的作用。而长久以来呢，这些动物跟我们人类一样，并存于天地之间，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也是我们人类不可或缺的好朋友、好伙伴。所以在历史上呢，其实关于人和动物之间这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啊，也是流传至今，让我们听到看到了之后都感觉到特别的感动。那么在《祭全球先祖歌》也有提到关于动物的这个歌词，其中有一句呢就说到，神功圣化兮则及禽兽，犬成尸草兮马能垂缰。那么这个故事呢都是记载在古时候的典籍当中，这是讲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些感人的故事。神功圣化兮则及禽兽，犬成尸草兮马能垂缰。也就是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都是用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教育呢来教化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而这种圣贤的教化不仅仅是把人教好了，甚至于连许多动物啊都是有情有义的。在这里呢就举出的一个例子是扬声之犬的例子。而这个故事是记载在《搜神后记》当中。它是发生在晋朝，所以是也是晋朝陶潜把犬成尸草的故事记载在《搜神后记》。这是晋朝的太和年间，有一个人叫杨生，他是广陵人。
牧羊生他养了一只狗，他对这只狗啊特别的喜爱，所以每天呢，他生活当中无论走到哪里，这只狗呢都会跟随着他的主人形影不离。结果有一次啊，这个羊生他喝酒喝醉了，他就喝醉了之后呢，行走在一个大草泽当中啊，这个草泽就是这个低洼的水草地啊。走着走着，他就醉倒了，就躺在地上，就没有办法起来了。结果呢，当时啊，刚好是冬天。那我们知道冬天呢，在这个草泽当中啊，它的野火非常的旺盛。好，草泽当中的野火啊，整个就烧起来了。而刚好又遇到冬天刮大风的时候，把这个火就越吹越大。那么杨生因为他醉倒了，躺在这个草地上的，他根本都感觉不到身边有危险存在。这时候呢，他身边的这只狗非常的着急，他就在那里又叫又跳啊，希望呢把主人能够唤醒。可是杨生因为喝的太多了，当时醉倒在地上啊，任凭他的这只狗怎么叫他都醒不过来。于是呢，在很紧急的情况之下啊，这只狗呢，非常忠诚的老狗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它就往水里面钻，然后呢，把这个全身啊都沾满了这个水，再跑到它主人的身边，就把这些水呢就洒在自己主人身边的这个草地上，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啊，一直啊在这个水塘和草地当中啊来回的走，这样呢就把它的主人羊生周围的这些草啊全部都沾湿了。后来火烧到主人的身边啊，因为有水挡住的关系，所以呢就没有被烧到。等到它主人啊醉醒过来之后呢，才知道刚才啊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这只忠诚的狗啊救了自己的主人一命。这就是犬曾失草这个故事的来源。这是发生在晋朝，是由陶潜把它记在《搜神后记》里面。结果还有一次呢，杨生啊因为在夜晚当中行走，结果不小心呢就掉到了一个空井当中，结果这个狗啊就通宵的在那里嚎哀嚎，在那里嚎叫。后来有人经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狗的叫声很奇怪啊，为什么它一直向着这个空井里面在不停的叫啊，于是呢它很好奇，就跟着来到这个井边，才发现啊原来这个狗的主人掉到了井里去了。就杨生在井里就对这个路人说啊，您要是能够把我救出来的话，那我就会给你很丰厚的报酬来感谢你。结果这个路人呢他也很特别他也不想要什么金银财宝的报酬只跟他说呢，你要是能把你的这只狗送给我啊，我就把你救出来。结果这杨生他就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他跟这只狗的感情特别好，而且这只狗曾经救过他的命是他的救命的这个义犬。
所以他不肯以这个为报酬来送给这个路人。结果这个路人也很强势啊，他说你要不送给不答应我的条件呢，那我就不把你救出来。后来这个狗很着急，他就伸着脖子往井里面看啊，就一直看着他的主人啊。结果主人跟这个狗啊也是心灵相通啊，知道这只狗他心里在想什么。于是呢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说你要把我救出来啊，我就把这只狗送给你。于是这个路人呢就把杨生从井里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了。后来他非常高兴，就绑着这只狗啊就带回家去了。结果走在路上呢，这只狗就时时的张望，就好像在认路一样啊。那么他就把这个路啊给记住了。结果过了五天之后啊，杨生的这只狗啊就在半夜里偷偷的离开了这个路人的家啊，就来回到了杨生的身边。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其实也看过很多义犬的故事啊，其实很多狗啊都是特别忠于它的主人的啊，虽然它是堕在畜生身呢，可是呢在古时候这个时代，因为民风很淳朴，人心呢也非常的厚道，那么像这种社会风气啊，其实也影响到了这些动物它的性情。这个是我们亲眼所见的。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到徐喜民老师家去拜访，大概有十几二十年前。那我们到徐老师家呢，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看到他家里的小孙女还有养的一条狗。那么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去老师家啊，一见到这条狗呢心里就特别的欢喜。为什么？就觉得这书香门第啊养出来的狗那个气质就跟别家的狗特别不一样啊，一看就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很有教养的样子。这是我们其实老百姓也常说狗随主人啊，这个一点都不假，就是主人他的个性他的气质啊各个方面呢，其实这个狗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它也受到了一种熏染。所以许多狗的性格都跟主人非常相像啊，这个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所以像这些动物啊，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而下一句，马能垂缰，这是也是《祭全球先祖文》当中的歌词。马能垂缰呢也是一个历史故事，这个是记载在南朝宋刘敬书，他有一本书叫《逸怨》，讲的是苻坚的故事。苻坚呢他是甘肃人，他曾经打败了前燕，收复了钱粮，那么他是五胡当中最强盛的一个国家领导人。那么后来呢，他在攻打晋朝的时候，跟谢玄呢，曾经在淝水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淝水之战，谢玄呢就把苻坚打败了。那么苻坚有一次啊，也是在战争当中被慕容冲所袭击，敌人在后面追，苻坚就在前面跑，他就骑着一匹马，这匹马呢叫做瓜马，它是黄色的，是黄马，可是它的嘴啊是黑色的，是黑嘴的黄马，叫做瓜马。
就他骑着骑着，后面都是这个敌人在追他，是非常危险的情况之下，他一下子啊就掉到了山间的水沟里。那么这个时候非常紧急啊，这个后面的追兵啊几乎就要赶上来追上来了。苻坚呢也没办法，因为一下子掉到这个深沟大水当中啊，他还想跑出来他还跑不出来。结果就在这个很紧急的情况之下呢，他骑的这匹黑嘴的黄马啊，就是这匹瓜马啊，他就在那里急的啊到处徘徊，在想办法啊，就在他掉下去的那个啊山沟里一直的啊徘徊，走来走去的。然后他就把他身上的这个鞍啊，我们知道这个马鞍呢，就马的身上都有这个鞍呢，他就把鞍呢垂下来，要让这个苻坚能够抓住啊。但因为那个沟很深啊，水也很急，苻坚当时呢就没有办法抓住这个马鞍。于是这匹马呀，确实是忠心耿耿，他一心一意的就想要把主人救出来啊，把他救出这个危难之中。于是这马就跪下来，就把这个马鞍让苻坚能够用手就能抓得住，那么骑到马上啊才得以脱离危险。所以后来这个瓜马呢就带着他的主人呢、逃到了庐江这一带。所以这个是马能垂江的故事。你看连禽兽都是这么有情有义，他都知道知恩报恩，主人照顾他养他，那么这个主人遇到危难动物啊都知道要报答主人的恩德，连动物都能做到这一点，而我们人呢？所以音乐生老师在这里也有一句感叹哦，他说：“叹今天下稀，灭伦背礼，人不如物兮，可不惭惶。”连圣贤教育的这个教化之功啊，都能够择及到禽兽，像禽兽动物啊。他都能够有情有义，都能忠于自己的主人，做出这种忠义的榜样。而我们想想看，我们人类呢？如果我们人类背弃了应有的伦理和道德，那么和这些小动物比起来，我们岂不是连这些动物都比不上吗？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啊，当我们有机缘遇到这个圣贤道德的教化的时候，它确实是我们的一盏长夜的明灯。就是老师在这里说到，长夜明灯兮，苦海慈航。它可以像一盏智慧的明灯一样，引领着我们走出黑暗的夜晚。这是圣贤教育的一个教化之功啊。所以我们身为人，所谓三才者天地人，我们作为天地当中最为尊贵的人类，而这个人呢、又是代表天地之心的意思。那我们当然更有责任把这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圣贤的教化能够在自己的身上去落实，并且呢把它发扬光大。这是我们人类啊应该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当然呢关于动物的故事啊还有很多，就像我们之前常常唱的一首歌叫《贵阳图》，这也是体现出了，你看连小羊都知道跪乳，雌乌都知道反哺，这些动物啊，它都有一颗纯净纯孝的这种心。那么我们人是不是也应该要反省自己，有没有真正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没有做到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这是我们人类需要反省的。
所以这句经文就是强调这个六畜，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那么这个畜就是家里所养的动物，这是人所饲养的。而人类之所以会饲养他们，是因为啊，他们对于人类确实有许多贡献。那我们知道，其实来到这个世界的一草一木，每一只动物，其实啊，都是有带着它的一个使命而来。好，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它。比如说像一棵小草，这棵小草它虽然非常的卑微，但是呢，这个小草啊，来到这个世间，也有它的作用，有它的使命。这个使命还是希望能够平衡大自然的这个大气，有着这么高尚的一种使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动物和植物。比如说这个马，这个马啊，它有许多美好的品德。比如说呢，它能够背着很重的这些货物啊，或者是啊，这个背着人，然后能够走很远很远的路。因为在古时候啊，人们没有汽车啊、火车啊这一类的交通工具，所以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是坐着马车，或者直接骑在马上啊。比如蒙古啊这些北方的地区，那么有的人要出门的时候都是骑马来代步啊。以前我们在北方生活的时候，也看到呢，有许多的啊这个工作都是由马来代劳的啊。比如说要拉货物的时候啊，有那个马车啊，这我们在小时候啊，在路上都还能够见得到。而一匹好马，它可以日行千里啊，甚至于呢，在古时候啊，要传递消息，快速的传递消息的时候，那么也需要靠马来传递这些讯息。而在佛门当中更有白马驮经这样的一个典故，所以后来呢，在中国所建的第一座佛家的寺庙就叫白马寺，这都是为了纪念白马驮经的恩德。可见得啊，我们中国人也是啊，具有这种知恩报恩的传统的美德啊，优良的传统啊。好像牛啊，这个牛啊，它虽然不像马可以跑得这么快，但是呢，它在我们啊农业的生产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啊过去的时代，都是靠牛来耕田来耕作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啊，都啊不忍心吃牛肉，因为牛的一生对于人类的贡献非常的大，而且呢啊在啊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当中啊，人和牛啊这个耕牛之间的感情也特别的深厚啊，所以老一辈的老人啊都有这样的说法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吃牛肉啊，这也是体现出中国人的一个厚道。好，再来羊啊，羊我们刚刚说到，你看这个小羊它有跪乳之恩，就是像这些小动物啊，他们的一言啊，他们的一举一动呢，也都是值得我们效法和学习的。它是念母亲之恩，这是提醒我们人类啊，也要孝顺自己的父母。鸡呢，我们知道犬守夜，鸡司晨，这个鸡
它能够撕成报晓。那么在古时候啊，那时候没有闹钟，没有这些手表的这个时代呢，早上啊，经常都是要听这个鸡叫，那么人们就知道说啊，已经到了早晨，应该要起床了。那么这是鸡司晨，犬守夜呢？犬呐、啊，能够帮助人类守夜。啊，特别是在农村的生活当中，几乎家家都要养一只看门的狗。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啊，这些狗呢，啊，它要是听到有什么动静的时候，它就会起来叫，啊，就让主人警觉到啊，啊，这个半夜里可能有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狗呢，它是可以帮人类守夜的。而且这个狗啊，它是非常的忠心，特别是对于主人啊，都是忠心耿耿的。比如说在古时候，有一位大学问家叫做陆机。陆机他家里就养了一只狗叫黄耳。这只狗啊，他会帮他的主人带书。因为主人是一个读书人，这个狗呢就当了一个小书童，可以帮这个陆机来带书。那么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杨生的故事也是很感人。你看他这只狗啊，他非常的忠诚，主人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就像主人的一个小侍卫一样。结果当看到主人呢、啊，当时喝醉啊，醉倒在草野当中的时候，刚好这个火啊，冬天的野火就要烧到他主人的身上啊，结果他这只狗呢就跳到水里，沾了一身的水，啊，把主人周围的这些草啊全部把它沾湿了，最后呢主人就没有被火给烧伤。你看这个狗多么忠诚啊，就是在紧急的状况之下呢，他还能够想出这个办法来救主人的命。所以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呢，像这些动物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善待动物，善待植物，善待大自然，也善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母亲。希望呢它能够生生不息，不要受到任何人的破坏，能够呢在千秋万代的时候啊，能够依然保持着它这种大自然的美好的景观，然后我们人类的这些好朋友呢也都能够非常幸福快乐的生活在地球上，而没有遭遇到这些灾难的痛苦。好，那么下面是屎，屎是猪。其实呢这个猪啊，它对于我们人类也是有很多的贡献的啊。那么我们不要一想到这个猪啊，就是觉得很都是非常负面的一个形象。所以这六畜就是六种动物呢，它各自都有它各自的一个功用啊，各有专司。那么人们饲养它，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起着不同的作用，而且呢，对我们人类也是有很多功劳和贡献的。因此呢，我们一定要爱护这些动物，要跟这些动物呢做好朋友，不要去伤害它们。好，那这句经文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请大家接着看下面的这一句。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具。这是谈到了七情。这七情包括哪些方面呢？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喜呢就是
喜悦快乐。怒则是愤怒生气的意思。哀这是哀伤。惧则是害怕与恐惧。爱物欲，这个爱就是爱恋眷顾。恶则是厌恶憎恨。欲是贪求多欲。那么这七情，也就是这七种情绪，也都是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容易引发的啊这些情绪。那么应元生老禅道白虎通和荀子这个当中呢，都有讲到啊，人是有六情的。白虎通的情性篇当中说，六情者何谓也？也就是说六情都包括哪方面？哪六情呢？是喜怒哀乐爱恶为六情。所以六情呢跟七情比起来啊，六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而七情当中还有一个欲。此外啊，他那个六情当中说的是乐啊，喜怒哀乐啊，七情说的是喜怒哀惧啊，稍微有点不同。而荀子证明篇当中说，这个情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性之好恶喜怒哀乐啊，这个是情。而这个好和爱啊，它的意思是相同的。所以其实呢，这个荀子当中说的情，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喜怒哀乐爱恶，因为这个好和爱的意思是相同。而礼记的礼运篇当中说，什么是人情啊？何谓人情呢？喜怒哀惧爱恶欲，这多了一个欲啊，统称为七情。而我们看到三字经当中说，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七情惧啊，这里呢所谈到的七情呢，和礼记礼运当中说的是相同的。那么这个情它是从何而来呀？有道是即心无物谓之性。那么这个即心无物我们可以体会啊，它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这是谓之性啊，我们说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性就是性德。好，我们本有的真心本性，本有的性德当中是本来无一物的啊，没有这些妄想分别和执着啊，这个是性。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人人本来具有的。而情是什么？即心有物谓之情。当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了妄想分别执着存在，情就生发出来了。所以七情具，这个具就是具备的意思。所以圣贤人的教化其实没有别的，也就是如何能够降服内心的烦恼，把这些情能够把它控制住，转化成能够把它转化化解，而不是用情来起作用，
而是让我们的真心本性能够起作用啊，因为我们真心本性当中是具足万德万能的，具足万善万德万能，所以要让我们的性德起作用，而不是让这些五欲七情起作用，这个就是圣贤教化之功了。那么在《礼记》的礼运篇当中就说过，说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上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这是说在儒家当中是用这个礼来对治我们的七情五欲，并且能够勤修十义，讲信修睦，能够把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都能够把它落实，并且呢在人与人的相处当中呢，彼此之间都能够礼让忍让谦让，而不是相互的去争夺。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啊，老百姓他这个七情五欲的这些方面就不起作用，而是把它转化啊，通过圣贤教育的这种啊教化之功呢，能够让他们本性本善的这个部分能够现前，这就是教育它所起的作用。所以这个七情五欲啊，这都是儒释道圣贤的教诲当中呢，包括这些经典当中，都是常常谈到这个问题。像佛法里面说的五欲，这是五种欲望，包括财色名食睡，这个是五欲。那么七情五欲呢，这个七情就是我们这里说的曰喜怒曰哀惧爱恶欲，这是指的七情。好，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而这个欲呢，可以解释为财色名食睡这五欲。那么这些从佛法的角度上来说呢，是众生无始劫以来能源的心，这个能源的心是因，而外面的这个环境是属于境界，这个境界呢就包括了财色名食睡这五种，这个是缘。那么我们起心动念若是缘着五欲七情，这个因缘就会起念造恶，这个恶有大小轻重的不同，所以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因果的道理。那么当我们起恶念造恶业的时候，就会堕恶道，在恶道当中受苦也有轻重差别的不同。这恶业里面，在佛法里面讲最严重的就是五逆十恶。那么如果造作这些恶业的话，感招来的就是苦报，在现前要受到很多苦，那么将来还要到恶道当中去受报。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就看到啊，这种恶念恶行的这种现象呢是非常的普遍。那么也就是说，当人们忘失了伦理道德包括因果啊等等的这些圣贤教育的时候呢，那么善的部分它不起作用，自然恶的这些七情五欲这些恶心恶念恶行它就会生发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从古到今中国人的古圣先贤会这么重视教育的一个原因。我们看到在中国维系了几千年的这种传统，包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些教育呢，
都是让一个社会能够安定，让国家能够真正的长治久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理念。那么一旦我们舍弃了这些伦理道德，舍弃了因果，舍弃了圣贤教育呢，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发生许多的乱象。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要有高度的警觉心。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些恶心恶念要降服，把七情五欲要能够降服，不要让它起现行，而能够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些圣贤的教育都能够让它现行，这是这个教育的一个目的。那么关于这个七情，我们在这里呢再稍微再跟大家多说一点。曰喜怒，曰哀惧，爱物欲，七情惧。喜怒哀惧爱物欲这七种情绪呢，是一般人呐，每个人都具有的所谓与生俱来，这不是后天人们教出来的，是他生来啊就带有这个习气。那么当他遇到好的缘，这些习气就不会增长能够调伏。如果遇到不好的缘呢，这些习气啊它就会比较重。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喜。这个喜是欢喜的意思。喜呢不能够产生一种执着要用对地方。比如说我们欢喜读圣贤书，欢喜亲近善知识，欢喜来帮助别人，这个是有益的地方。如果是这个喜能够用来尽心尽力的为别人，那么 这就不会产生执着。可是如果他是为自己呢，就容易产生执着。所以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纯心。比如说我们喜欢帮助别人，助人为快乐之本，那么这个喜呢就和我们的性德相应是由内而外的欢喜。再来看这个怒，怒就是愤怒，就是一个人他喜欢发脾气嗔恨心很重，脾气不好。古人讲学问深时意气平，如果一个人他有真实的学问，他一定是心平气和，他不会心浮气躁的，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如果他经常发脾气，那么他学问即使学得再多啊，他也不是真实的学问。在朱子治家格言当中就曾经说过，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这是讲两个人之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一些争吵，有一些摩擦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一昧的去指责对方，而是要想到说有可能呢我自己也有错。那么能够从这个角度上来想不会处处去指责别人的不是，这样慢慢的就可以把这些冲突化解。那么包括呢在朱子治家格言当中也特别提醒我们
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别人的一些话啊，倾听发言，那么这个话传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理智的去判断它，有可能它是来挑拨离间的，这个时候要忍耐三思，不要一听马上就脾气就上来了，怒气就上来了，这样呢很多事情可能就不能够理智的去判断和处理这个问题。下一个是哀，哀是哀伤的意思，那么这个情绪啊都是非常负面的一种情绪啊，特别是当人们遇到了一些痛苦的事情啊，特别是亲人的生离死别啊，这个呢都会让人的内心产生哀伤。那么这种情绪呢也是比较负面的一种情绪，我们都要学会去转化，去化解。再来是惧，惧就是恐惧。在《论语颜渊篇》当中，司马牛曾经请教一个人应该如何做君子，结果孔老夫子回答说要不忧不惧。所以当我们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这个也是往君子的路上呢又前进了一步，不忧不惧。当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真正的履行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德行的时候那么一个人的身上就充满了浩然正气，他就比较不容易去忧愁而恐惧。当一个人如果他能够拓宽他的心量的时候什么事情时时处处不要想着自己这个小我想着自己这个小家而是能够放开心胸，拓宽心量时时处处为别人为一个大的这种格局去着想那么他呢也就比较容易克服自己的忧愁和恐惧。你看范仲淹先生的心胸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忧的是国家百姓而不是自己的利害得失。所以我们都要效法这些古圣先贤的心胸，他们的气量把人生的格局扩开不要这个沉迷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当中，而是时时处处想问题看事情，我们的格局心胸都能够宽阔，能够远大这样呢就能够远离 自身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好，这个爱呢，爱是贪爱的意思许多事情呢想要据为己有想要控制占有，这在贪爱当中就会起恶念造恶业，会带来许许多多的这些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爱物欲这个也都是很不好的这些习气我们也都要把它慢慢的把它化解，把它克服物呢是憎恨的意思嫌弃。那我们学过弟子规我们学过凡是人皆须爱，天同父地同载。有了这样的一种爱心呢，我们自然呢就能够把一切的人看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用这种平等恭敬而慈悲的心呢来对治这种厌恶嫌弃的念头。那么下面是欲这个欲呢是欲念的意思心里常常会思慕放不下这个人这些事，这个都是属于欲。那么我们说人生解之竹，烦恼一时竹
一时除。所谓知足常乐，那所以我们要让这些正念正行正能量让它现行，而不要让这些七情五欲的这些负面的念头、负面的言语和行为现行。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锻炼的、要培养的这种修身的功夫啊。所以师父上人也特别提醒我们，这是师父上人在讲课的时候常常会说到啊，要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能够看破世间。同时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量拓宽，一切呢都是为了一切众生，为人民服务啊，就是我们从小要立定一个志向啊，自己任何事情都是为他人着想，为众生着想呢。那么要把自己的私心、私欲、私情把它放下，这是师父上人常常提醒我们的。那么这个经文呢，我们就学到这里，请接着看下面的这一句：青赤黄及黑白，此五色目所视。这里所谈到的是五色，这是五种正色，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所定的五种颜色，是属于正色，包括青赤黄黑白，也就是青红黄黑白这五色呢，它是目所视，这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就能够辨别的五种颜色，这是五色。好，那么视就是识别、辨别的意思，所以这个五色是我们的眼目就可以识别的。那么之前呢，我们在学习这个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时候啊，就曾经引用过郑玄的注解和黄侃的译书来说明这五方的正色。那么当然还有尖色。在郑玄注解史记当中就说到，五色者五行也。而五方正色在黄侃的译书当中说包括青赤白黑黄，那么就是我们 这句经文说的青赤黄及黑白，此五色目所视，这是我们眼睛能够识别的五种基本的色彩。那么这个青一般指的是绿或蓝，而赤就是红色的意思，黄是黄色，黑是黑色，白就是白色。所以这五种颜色呢，它和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是相应的。这之前我们看到五行相生相克图里面就有看到这金木水火土它不同的颜色，你看这个木它就是青色，水呢这是黑，金是白，土是黄，火是赤。所以呢这五种颜色五色和五行金木水火土是相应的。当然呢它也跟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这心肝脾肺肾都是相应。所以五行五色还有五脏，它们之间呢都有一个对应的关系。好，这是五方正色，
是青赤白黑黄。那么还有五方尖色，银子岩在这里呢，对于这个五方尖色也有做了一个这个解释。那么东方木，我们看五行当中的木，它是青色，木克土，土呢是黄色，所以青加黄，这是绿，这个绿呢就是东方的尖色。再来呢是南方火，你看这个火它是红色，而火克金，金呢是白色，所以以红加上白，这就是红，红呢就是南方的尖色。再来西方金，金的颜色是白，而金克木，木的颜色是青，所以白加青，这就是碧，这个碧色是西方的尖色。再来北方水，水呢是黑色，那么水克火，火是红色，所以黑加上红，这就是紫，那么紫色就是北方的尖色。再来中央土，这个土它是黄色，而土克水，水是黑色，以黄加上黑，所以是紫黄，紫黄呢就是中央尖色，紫黄是黄黑的颜色。好，这个呢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基本常识，在古书当中，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一门深入一部经典的时候，那么在许多古书里面，包括四书五经，都会看到许多名词术语。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学习《圣学根之根》的这些蒙学经典把这些名词术语搞清楚、搞明白，这对于呢我们学习汉字文言文是很有帮助的。而在尚书的经文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呢有找到一段经文是舜王所说的话。那么这段经文呢里面就有谈到这个五色，也有谈到六律、五声八音这些概念。所以 这段尚书的经文呢很值得我们来学习，同时它又是舜王所说的话，从这里我们可以去体会到古圣先王他们平常所做的这些事情，以及呢他所施予这个普天之下老百姓的这些教化，确实是很有这个内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帝曰，这个帝呢就是舜帝，大舜。我们之前有学到禹舜耕田的故事啊。那么这一段呢也其实有谈到这个君和臣之间的这个关系。他说臣作正古公耳。那么这个正啊是君王的自称。古公耳目，这个古公耳目就是比喻呢臣子他是君王的一个得力的助手。那于欲左右右民，这是舜王他在施政的过程当中，他很希望可以教化和引导这些老百姓，所以他让身边的这些大臣呢来帮助他，来辅佐他完成这种教化的使命。他希望呢来帮助这些老百姓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教化，那么也通过一些方法呢能够让国家整个社会的秩序呢得到一个很安定很有序的一种状况状态。对，父而教之，汝亦成我也。那么舜王说啊，于欲观古人之相，也就是说呢舜王感到在现在治理天下的过程当中呢，就要恢复古人的这些衣着服饰这些礼仪。古圣先王是用道德仁义礼
来治理天下的。当一个国家这个建立一个政权啊，当国家安定下来的时候，一定要治理作乐啊，这样呢，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和谐。这是舜王在当时呢，就很希望啊，能够按照古人的这些啊衣冠文物的制度来制定相应的礼仪。好，它是以五彩张狮与五色作服啊，那么这里就有提到这个五色的概念啊。好，它用五彩，就是五种不同的色彩啊，不同的颜色啊，张狮与五色作服啊，这个五色呢，就是我们这里说的啊，这个青赤黄及黑白啊，这五色，这是五种正色。那么用这五种正色呢，是把它做出不同的图案啊，在衣服当中就可以显示出一个上下尊卑的等级。所以我们看到在古时候呢啊，一个人他具有不同的身份，那么他身上穿的衣服，他的用品，它都是有一定的规格的啊。那么这是便于行礼啊，比如说你见到一个人，你通过他的衣冠文物，他的衣服啊，他的所用的这些东西，那么就知道他的一个身份啊，他的长幼尊卑的位置。那么下面说，天子服日月以下，诸侯自龙衮以下啊，等等的。你看，这都是啊，在这个衣冠文物当中啊，给他制定一定的规范啊。所以舜王呢，他是根据古代君臣礼服的样子，他用五彩啊绣出各种不同的图案，来表示尊卑的等地啊。就比如说我们在清朝的时候看到这个衣服，那么在这衣服上面所绣的龙也好，所绣的各种动物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尊卑的次第的，比如说皇上用的这种服饰，那么下面的大臣是绝对不可以去使用的，所以他长幼尊卑，君臣他们不同等级的这个衣冠文物，他在古时候的社会当中呢，他这个规定都是非常明确也非常严格的。好，这是用五彩绣出各种不同的图案，表示一个尊卑的等地，这是衣服。再来呢，舜王还注意到这个前面这个衣服啊，其实是代表一种礼，这种礼能够分出上下尊卑就是这是五伦五常的一个概念那么再来接着呢，就是乐。这礼乐的教化，这是古圣先王非常重视的。就他说，于玉文六律，这我们日后会学到这个音乐方面的概念会学到八音，这个是在三字经后面的经文有提到。那舜王说，于玉文六律，这个六律呢，就是古代的乐音的一个标准的名称。在古时候乐律呢有十二就十二律，阴阳各六这个呢是日后我们在对于这个音乐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阳是律，阴是吕，那么六律呢，六律就包括黄钟太簇、孤弦、蕊宾、夷则，还有无意。下面说到五声八音，五声呢就是宫商角徵羽这五音，八音呢、八音我们后面会学到这个三字经有一句经文，就是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可见这个五声八音啊，六律啊，这个呢在这个尧舜禹汤的时代就已经制定出来。五声八音，这个五声就是宫商角徵羽八音呢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对乐器的一个统称。
那么就是三字经当中说的刨土革木石金加上丝和竹，这是八种不同材质所制的这个乐器。那么通过这个五色所制定的服装，那么以及呢通过这个六律啊五声八音所制定的音乐，它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舜王就谈到啊，以出纳五言，就是通过这个礼和乐的教化来传播，这个五言就指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来传播仁义礼智信。你看这古圣先王多么用心于这个教化呀！一个国家要安定和谐，一定要让礼乐上轨道。而这个礼乐它的目的，它的作用呢，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之言呢，让它广泛的传播于这个普天之下。这确实是非常用心良苦，用礼乐的教化来教导天下的老百姓。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也常常看到有一些老师，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音乐的教化，谱写出这个德音雅乐，德音雅韵，师父上人有特别题写过这个德音雅韵。德音雅韵呢，就是在音乐的无论是歌词啊还是歌曲当中呢，它都具有古人孔老夫子所强调的思无邪的标准，而且它的内容呢就是传播仁义礼智信这种正能量，这是非常重视这个礼乐的教化的作用。它对于呢一个社会的风俗啊，能够导向醇厚，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反过来，如果我们所传播的都是一些靡靡之音呢，这个内容呢都不符合仁义礼智信，那么同样的社会风俗也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古时候在舜王的时代，他就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啊，在礼的方面，这个衣冠文物啊，包括上下尊卑的等级，他就制定的很清楚。而音乐方面更是重视通过这个音乐的形式，他要传播的是仁义礼智信的这种五德之言。这是说要以六律和声音这是音乐的教化呢，来出纳仁义礼智信。那么你看这个君臣之间的对话他都是念念想着如何能够利益苍生，利益百姓那么舜王在这里特别又谈到，如果呢我所说的所做的违背了这些原则的话呢，那么像你们这些大臣呢就要及时的来纠正不能够说当面顺从那么从离开之后又在背地里来进行议论。好，这一段呢就是记载在尚书当中的一段经文，和我们现在所学的这段经文有关的就是关于五色青赤黄及黑白此五色木所饰。那么舜王当时就是在根据古代君臣礼服的样式呢，他是用五彩绣出各种不同的图案，那么在衣服上就能够看出人的身份，他的尊卑，这是他治礼作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那通过这一段文呢，其实我们也对古圣先王呢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日后我们在三字经的经文里面也会学到这个三皇五帝的内容那么大舜呢虞舜耕田知道呢他当年呢就是一个大孝子，在家庭当中呢经历过种种艰难的考验，这个父母亲呢还有家人都想置之于死地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孝心，他的孝行这是虞舜耕田大家都很熟悉，他在家里能够孝顺父母那么他当他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的时候
他自自然然能够用孝顺父母的心呢来对待天下的百姓，这是作为舜王啊，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我们看到江一子老师画的这个舜王的像啊，也是非常的庄严啊。其中江老师也特别谈到这个舜王的孝行啊，确实是让人非常感动。大舜呢，他是因为他的治人圣明受到尧帝禅让，最后呢，他成为了一代的帝王啊，国号叫有余。那么他小时候经历了这个家庭的这种磨练呢、就父亲后母还有他的弟弟经常都要谋害他啊，但是呢他经历这些艰难依然呢恪尽他的孝道啊，就是孝行啊，连上天都受到了感动。他在犁山耕田的时候啊，连大象都来帮他耕田，小鸟啊也来替他耕种。后来尧帝听到了他的这种孝行之后啊，觉得像这种大孝之人呢、是请他来帮助治理国家，一定呢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他就把两个女儿娥皇跟女英嫁给他，并且啊时时观察啊，经过多年的观察跟考验，最后呢把大舜呢定为他自己的继承人。那么在历史上也记载啊，舜帝啊因为他非常的孝顺，那么到后来他即使做了天子之后呢，他回去看望自己的父亲依然是非常的恭敬，完全是履行作为为人之子的这种孝道。后来呢他在这个位置上当中做了48年的这个皇帝，一直活到了110岁啊，这是享高寿。所以在史记当中赞叹他说，天下明德皆自于帝始。你看于舜啊，他这种高尚的品德啊，确实呢这个在他施政的过程当中，时时处处呢都是以老百姓为重。他的这种贤能，他的仁德啊，到现在呢依然让人非常的怀念啊，可以说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千古典范。那么关于舜王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句经文。酸苦甘及辛咸，此五味口所含。好，那么这个呢是三字经的下一句的经文，是谈到了五味。我们看今天啊我们学到的这些经文啊，在三字经当中有许多啊都是跟数字有关啊，你看我们学了六谷，学了六畜，还学了七情啊，五色啊，五味啊，后面还有五秀八音啊，还有四声啊，你看这些基本的这个文化的概念啊，文化的常识，这个都跟数字也都有关系啊。那么它是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酸苦甘及辛咸，此五味口所含。这是讲到五味，这五种味道啊，包括了酸、苦、甘就是甜，还有辛啊，辛就是辣，以及咸，这五种味道呢是口所含，这是我们的口舌所能够品尝出来的味道。那我们都知道酸甜苦辣咸，这是属于五味。而这个辛呢，辛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啊都当作气味来解释啊，所以音乐生老师在这里
特别强调呢，这个地方的这个辛是辣的意思。此五味口所含，这个含本来是说放在嘴里，不吞下去，我们说含在嘴里，不咽下去啊。但在这个地方它不是这样解释啊，这里应该把它解释成品尝，就是这五种味道是可以用口品尝的出来的啊，这个就是此五味口所含。那当然呢，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啊，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么这五种味道和我们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饭都是息息相关的。有的人他喜欢吃酸的，有的人喜欢吃甜的，有的人口味比较重爱吃咸的，所以这个五味啊，酸甜苦辣咸，这个呢都是和我们的生活的关系是非常之大，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概念哦。那在这里呢，我们引用老子当中的一句经句啊，因为老子呢在这里啊就有谈到五色、五音、五味这个概念。老子说啊，五色令人目盲。好，这个五色就是我们刚刚学到的五种正色，青、赤、白、黑、黄。五色令人目盲，这是说啊，当我们贪恋这个五花八门的色彩，这就很容易让人的精气神会外散啊，从而让视觉啊会比较迟钝。因此其实儒释道的圣人哈，都是强调要清心寡欲啊。我们之前学到这个七情，你看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个七情呢都要让它淡薄一点。那么对于这些外在的，老子在这里特别强调外在的这些五色也好，五音也好，包括五味，都要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它，这在这句经文里面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启发啊。所以第一句是五色令人目盲，贪淫好色则伤精失明。因此啊，就是对于这些欲望啊，都一定要淡薄一点啊，这个也是道家思想非常强调的啊，就所谓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啊，这个话我们都耳熟能详，就强调人呢，一定要降低和减少自身的欲望。再来，五音令人耳聋，所以好听五音呢会有什么结果呢？和气去心呢。这个五音就是我们中国五声音阶当中商角徵羽，五音令人耳聋。当人们过度的追求音乐的刺激，心中啊就失去了平和中正之气，他的听觉就会迟钝。下面这一句啊，五味令人口爽，这个五味就是我们这句三字经的经文当中所谈到的酸苦甘及辛咸，此五味口所含。那么这里呢它是泛指像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美食，对于这种食物的味道呢就比较有贪恋跟执着。
而老子在这里强调啊，说一个人他过分讲求食物的美味，就是对于这个酸苦甘及辛咸这个五味啊，太过讲求，会使人的味觉迟钝。那么这个令人口爽，这个爽就是旺的意思，就是人对于这五味啊，食物的美味太过贪求的话，则会令人口爽啊，就是口旺，是言失于道。再来，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这是形容一个人他沉溺在声色犬马的这种享受当中，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心神就会容易狂妄和暴躁。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所谓奇货可居啊，有的人他很喜欢去搜求一些啊稀有难得的一些货品啊，比如说从啊很遥远的国家啊运来一些名贵的宝石啊，名贵的一些啊服饰啊等等的，这种行为呢，就会让一个人他的贪心增长。而他当他的贪心增长的时候，就会造成他行为的一种偏差。所以老子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个人要降低自己的欲望，不能让这些七情五欲做主，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沉迷在这种五色、五味、五音等等的外在的这种享受当中。那当然我们看到道家啊，他的这种精神境界啊，确实是啊非常的高的。那么同样呢，其实佛家也是如此。师父上人也常常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学习释迦牟尼佛他的榜样和精神啊。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他来到这个世间，他为的是什么呢？他为的是为一切众生来服务，而且是全心全力的布施供养，他没有任何的条件啊，不是说我来帮助你，我一定要得到什么报酬啊，没有这样的啊，他是只有奉献而不求报酬，这个呢是佛菩萨他教化众生就具有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境界。所以我们想要效法儒释道的圣贤，和他们达到一种同心同德的境界呢，那我们看到佛菩萨圣贤人的这些行持啊，就要努力的学习，让他们的这种德行呢，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能够发扬光大。我们人生来到这个世间呢，就活得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你看我们的人来到人世间，时时处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切众生，而不是为了自己啊。这是在即使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污染的一个社会啊，充满染浊的人间，那么我们依然能够像这个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一样啊，在这个世间呢，能够时时处处的为一切众生来服务。所以佛家也特别强调我们要降低自己的欲望，对于这些七情五欲啊，都能够呢这个把它降低自己的欲望，来提升自己的德行。所以佛法也强调，你看眼见色不起贪嗔痴慢，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就是我们修行和做功夫的一个下手之处了。比如说我们舌尝味啊，这个味我们在这里学到酸苦甘及辛咸，这是五味。那么当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佛门里面强调我们一切都要离相而不着相，这个不着相呢，就是这些酸甜苦辣咸的味道啊还存在，那么虽然存在呢，但是我们不执着。这就是说你吃的这些酸甜苦辣咸，这个味道呢是非常清楚，可是心里呢并没有升起贪嗔痴的这种念头，这个就是不着。但我们凡夫是不同的哈，我们凡夫呢像这些美味可口的食品摆在面前的时候啊，
好吃的就会多吃一点，不好吃的就少吃一点。好，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完全是自己的念头被境界所转，好，这个就是凡夫。好，你看在境界里面呢，各种贪嗔痴的习气全都出来了，这是凡夫。而佛菩萨圣贤人呢，并不是这样。佛菩萨圣贤人，他无论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啊酸甜苦辣咸摆在他面前呢，他所用的心境跟凡夫是不同的。他所用的心境是用平等心，是用清净心。他吃东西的时候没有说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他完全是用平等心来对待这些外在的境缘。他不会说哎呀，这个很好吃我多吃一点，另外一个东西不好吃我少吃一点，他不会这样。这个凡夫和圣贤人都是同样在这个世间啊，但是面对这个外在境缘的时候，好，我们的内心的境界是不相同的。好，一个是圣贤佛菩萨，他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好，而我们凡夫则是不一样的啊，凡夫呢是遇到这些境界念念都贪着。好，这个就是不同。好，所以我们要调伏自己的习气呢，也都是从这个地方要下功夫。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稍微谈一点，这个引申一点啊，就是这个五味和无量味，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哦。刚好我们今天学到这个酸苦甘及辛咸，此五味口所含。那么五味和无量味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啊，在佛门里面说如来一音无限量啊，我们从这个声音啊开始谈起啊。什么是一音，什么是无限量呢？那么师父上人特别啊在这里解释说啊，如果是从相上来说，一音就是单一一个母音，那么从这个母音它能够变化出无量无边。所以每一个国家民族它的语言文字的结构啊，都是由母音跟子音配合而成的。那么当然这个母音呢它就不是很多，在许多发音里面呢，第一个母音都往往发这个啊，我们嘴一张开这个声音是啊，这也是小朋友啊在学说话的时候他很容易发出来的一个音。比如说在闽南话里面，他叫爷爷叫奶奶，阿公阿嬷啊，这个啊，这是小朋友在学话啊，学说话学称呼的时候，这个啊他很容易发出来啊，所以这个啊呢是母音。在佛法里面也是这样，这个元音第一个母音也是啊，好，我们要是看华严字母，这个啊它是头一个。那么当然在佛法里面还有一个元音叫哄，好，这个哄它也是一个元音。所以无论是啊还是哄，好，它起变化的时候就能发出无量的音。那么音是如此，色也是如此，包括味道的味也是如此啊。比如说像颜色啊，颜色的原色有三种，可是三种原色它经过错综的一个变化就会产生无量色。那么味道也是这样子，你看我们这里学的这个五味，五味有酸苦甘还有辛咸这五味，可是这五味啊，再给它错综搭配起来呢，其实它是可以产生无量的味。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可以衍生到比较深奥的一个哲学的概念哈。那我们说这个味啊，这味也好，音也好，色也好，这些是从相上说的啊。如果从性上讲，这个意思啊，就非常的深。所以我们之前呢，在学习啊《三字经》前面的经文的时候呢，也有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比较深的这种哲学的概念啊，比如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这个呢，不仅仅是在儒家、道家哈，包括在佛法里面也很重视这个一哈，就是宗门说的“事得一，万事毕”。那么这个一是什么概念呢？其实这个一就是一心
一真一如一法界，在说法是一因。所以这个一呢不是数字，它是不落机相的啊，这个一。那么什么叫一心，什么叫一真呢？那么说的比较粗浅一点啊，就是所谓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比如老子的经文啊，你看无论是啊，我们是面对这个五色啊，就是青赤白黑黄这个颜色，还是遇到五音宫商角徵羽啊，还是说啊五味是酸甜苦辣咸，无论是遇到任何的一个境界啊，我们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是一。那么反之呢，就是落到二跟三。那我们如果能够时时保持一啊，这个是一个很清净无染的概念啊，就像我们三字经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确实是纯净纯善，是一尘不染。就好像这个水在很平的时候啊，它是特别清净的。可是一旦我们动了一个念头啊，就好像这个水起了波浪，这个时候啊就不再平静，不再清净了。所以佛法当中所说的真诚啊，这是一，清净是一，平等是一，正觉是一，慈悲是一，这是在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啊，就能够这个恢复到啊我们自信的当中。曾国藩先生在读书笔记当中，他也曾经给诚字下过一个定义。好，那么这个定义呢，师父上人也强调他确实跟佛法的一个概念很接近。好，曾国藩先生说啊，一念不生是谓诚。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说它是真，说它是诚。一念不生是清净，是平等，是正觉，是慈悲。啊，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哈、啊、从这个五味哈、啊、无量味当中啊，我们衍生出一个比较深奥的概念。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要慢慢的去啊深入儒释道的经典，并且深入的去体会和证悟啊，才能够了解这个真实的境界啊。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这一句经文。山椒香即星宿，此五宿彼所宿啊。这个地方五宿，这个地方啊要念宿而不是念臭啊。那么这里讲的是五宿，五宿呢，这是我们的鼻子所能够嗅出的五种气味。这五种气味包括哪五种呢？包括山味、椒味、香味、腥味，还有腐臭味。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山。那么这个山呢，音乐生老师在这里谈到，它是一个形声字。在这里，好，五嗅当中啊，它是指羊肉的味道啊，我们知道这个羊肉啊很膻。好，不过这个羊奶呢啊，听说呢是挺养人的啊。我们有听到很多小朋友啊，他小时候不是喝牛奶，他是喝羊奶。好，我记得有一次呢啊，曾经听到也是孝敬学校里的一个故事哈，就是在北方啊，那个小朋友啊，平常呢都是喝羊奶，结果这妈妈要送这个孩子到孝敬学校读书的时候呢，妈妈就说我们这个孩子啊，平常都是喝羊奶，所以送孩子去读书的时候啊，他又要带一车羊到学校去啊，结果学校老师说啊，我们这里又没有草啊，就是不会养，所以您还是别送来吧哈。但是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母亲呢、啊、很会细心照顾孩子，对于孩子的身体的健康啊照顾得非常好啊，就是送他来上学啊还
还送来一车羊，最后老师说这羊我们不太会养哈，所以您还是带回去吧啊。好，所以这个膻呢，这里是指羊肉的味道啊，羊肉的味道通常是比较膻的啊。但我们以前喝过的羊奶呢，就是特别哎，我们在这个欧洲的时候也喝过这种有机的羊奶啊，其实它味道还不是特别膻啊，那可能羊肉是比较膻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膻和肉字旁的这个膻是通用的，也泛指这个羊的这个味道，相对来说是有那个膻味的啊。好，焦，这个焦啊，就是东西烧焦的味道。那么东西烧焦的时候也是很不好闻的啊，它有一种焦味。朽呢，朽就是腐朽的味道。山焦香及新朽，这是五嗅。那么这个嗅啊，在这里不是读臭，而是读嗅。这个嗅就是气味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汉字它有这个特性，就是当它在遇到不同的语境，它有不同的读音啊，那么它的意思呢也是不相同的啊，或者它的词性，它是做动词还是名词，在读音不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它会代表不同的意思啊，这也是我们在学汉字的时候啊，要啊特别注意的一点。虽然它形体相同啊，但是这个它的读音以及它的啊意思会有差别。那么此五嗅，彼所嗅，这五种气味啊，是我们用鼻子可以嗅得出来的。这是讲到嗅觉啊，嗅觉它可以闻到的这些气味。那么当然我们人类的嗅觉啊，还不是最灵敏的。有许多动物啊，它们的嗅觉还有听觉呢，会比我们人类啊还要灵敏。有的时候它能够听到我们听不到的声音，以及闻到啊我们闻不到的味道。大自然当中呢有许许多多的啊这些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一面呢，都是我们要去不断的去认识的。好，那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这句经文呢我们先学到这里啊，下一节课我们还要继续呢来学这句经文。谢谢大家。